我要是在脸这儿看见不漂亮和杀了全族的人，我跟你说，我杀人的时候特别心烦。从来没有人看见过我杀人，因为他们都已经死了。在箱子里的少年并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地方是绵延上千里的阿尔泰山，他和其他两个小伙伴迎接的体验是即将在时间消失的游牧生活。要把小鸡鸡给你冻掉了，待会儿。 猴子转世，我们在向珍穆朗玛峰发起最后的冲击。这种体验太纠结了，内心。哎呦，我操，真操蛋！哎呦，我被自己蠢哭了。我喝的是泡着马粪的水。干啥嘞？弄啥嘞？ 本节目由原装进口福特探险者冠名播出。没有信号，在河边有一个人骑着马，他能知道我是谁吗？哎，老乡，你好，你好，我知道我是谁了。 我是主持人撒贝宁，这里是今日说法，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我就像那个甲方乙方里面那个，我什么晚会都不想参加了，我就想过个正常人生活。撒贝宁央视著名主持人，他将跟着胡林源一道前往体验新生活的目的地。我很痛苦的是，人越长越大，但是表达爱的能力越来越浅。今天。 我第一次当着媒体说这个案子破了，大家是否能够真正敞开心扉的，毫不设防的去交流、去沟通，甚至去生活在一起？跟着马索，跟着前面那个马，哎，好，慢一点。 这水还挺深的，哇！基本上上了山以后就无路可走了，感觉是。紧张吗？不紧张，但是我们的屁股给我颠的呀，屁股就颠成三瓣了。<笑>我们这个锁就管了38万亩面积。我天！我们有时候走有一天就回不来，也会在外面露营。 我天，这都照顾不了老人，管不了孩子。漂亮，漂亮，这夏天很舒服的，确实好喝，你们也可以尝一尝。所以一开始上来的时候，我还问我说带不带矿泉水，他们说不用带。哎，但这是什么呀？这牛粪吧？马粪，马粪。 我喝的是泡着马粪的水，你在它的上游喝没事，上面估计也有一坨呢。没事没事。你们站上现在最年轻的多少岁？25岁。嗯，谈个小对象，谈2天没了，一会儿这个了那个那个了。他说我下不去，我跟人家说怎么样都下不去，没办法，怎么可能？说的是。 连陪人家看个电影的时间都没有。没有。新疆的手抓羊，谢谢。哇塞，就他奶奶，他奶奶就怎么朋友了？是啊，我就问了，我说他奶奶，我说你奶奶知道这事儿吗？你把女朋友当奶奶？那没办法呀。
我奶奶知道，确实知道。而且奶奶是授权给你了。奶奶也催我赶紧，也催你赶紧婚事。只有冬天在二胎的时候，夏天不能照顾家庭，这是一个好多女朋友择偶的条件之一吧。需要有理解和支持我们工作的女朋友。所以说，你说都说现在女孩物质，要房要车。其实很多女孩最简单的要求，就男朋友能陪在身边，对于他们来讲都满足不了。你现在有女朋友吗？目前。但我觉得你不着急，你比刘洋帅多了。不在了，不是我的意思。但是刘晓庆说，我的意思是呢，就是每个人都面临的困境不一样。嗨，这个越说越乱。好了，过去喝了。是，哎，好。人啊，在大城市里生活久了以后啊，会有一种东西啊，把心灵包裹起来。但实际上，你看大城市很热闹，实际上人和人之间啊，就真诚交往的时候不是特别多，你没有办法去敞开心扉，真的是释放自己。所以，我也跟自己说，我知道一旦投入感情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就有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就让自己。别投入太多感情，万一真的你爱上了，你第二天你要离开怎么办？对，但是今天不管了，我端着跟端酒碗一样的，其实是羊汤，不要倒酒了，酒不行啊，今天不管了，再喝点，哎呀，今天不管了。说到家人，说到亲人，说到女朋友的时候，他们都会情感在那一瞬间都会有波动的时候，不太敢看一个小伙子护林队的谈一个姑娘，都过不了夏天，只要夏天他们一上山就要分手。他说，嗨，从来都只有别人选择我们的权利，我们哪有权利去挑别人。所以我就觉得社会的现实确实没有办法照顾到每一个人，你的职业状态，你自己选择的状态，只能你自己去承受。这里是撒贝宁下一站的目的地，这个红箱子里的嘉宾即将成为这片草原上的小主人。哇，我天哪，这是牛粪吗？哇塞，雪山呢？丽娜，演员、歌手，2006年超女全国第五名。中蕴藏着张力，是十强选手中的人气王。她需要翻过这座雪山，才能找到自己的新身份。哎呀！哎呦！我以前很不珍惜2006年的那个机会，当我跌到最低谷的时候，我才发现，你想要去争取工作的那个机会，别人都不给。经历过所谓的一夜爆红之后，你无法再去承受歌迷一个一个的流失，你无法再去承受说你已经不像是一个艺人。哎呀，以前经常半途而废。做很多事情都是没有耐心，现在年纪大了，不想浪费时间，觉得半途而废很可怕，所以今天就从今天开始啊，看我能不能爬上去啊，能爬上去还是吹牛逼啊，爬不上去知道我没说过啊。哎呦，哎呀，真的不错。哎呀，Cool. 喂，跟我对话呢。喂，没，快成功了，这太滑了，太滑了，走不了。哎呀，我恐高啊！我的天哪！哎呦，我被自己扯哭了。Hello， 丽
丽娜第一个成为了哈萨克族姑娘希拉家的新成员。妈妈为什么不愿意回家啊？那是妈妈的事。谁是妈妈？她的妈妈。哦，她是她女儿。哦，走，回家了，你女儿要回家嘞。啊！哦，赶羊啊！哦，好。我发现我根本帮不上忙，自己都，哎呦！天哪！哎，必须在天黑之前把羊赶回家。但希拉为了照顾我，就放慢脚步，那羊又跑得特别的远。其实我根本没有帮上希拉的忙，一点忙也没帮上吧，还拖累他了。小心啊，他踢你！他会踢我是不是？哎，别走啊！哎，乖乖乖，别走，让我挤一下。哎，悄悄的，来，不给挤，应该是要全部切出来的吧？你是不是特别爱看我切菜的咬牙切齿状啊？我觉得那既然把我安排到这里，我不是说来这里享受什么豪华旅游的，我是希望自己能真正的融合进去，然后尽情的去享受他们的一种生活形态。在草原的另一边，第三个嘉宾要横空出世了。哦，好美啊。王清，演员，网络当红小生。你这么个小老婆，你干嘛？哎，同时他还是一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你敢不让我亲？我拍了这个剧了，稀里糊涂的过来了，粉丝数量真的是一夜之间十几万。0310是我的生日，这边是我的名字，都是粉丝送我的，无价的。我不能展现那个都展现过了，我标签特别多，有叫爸爸的，有叫亲哥的，叫小公主、小公举，多方面多元化，全才全才是吗？我现在想的就是怎么样延续下去，我就是要让大家关注我。就红嘛，明星啊！我要干嘛呀？发工资了是吗？什么都不干还有钱？我是哥哥巴赫提，24日是哈萨克重要的古尔邦节，家中农事繁多，不能下山接你，找了个朋友去接你，顺路载你去买10斤鸡蛋。信封里的钱你拿着用吧，盼早归。我现在心里除了赞美大自然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词儿了。哇，这太好看了，这个，我的天哪！哎，自拍了。哦，我特别想下车溜达一下。景色都这么美了，加上一个就算不算好挺干净的一个房子，我也能接受啊。一路特别期待，直到我见到那个家那一刹那。满地的牛羊粪，牛粪呀羊粪混合而成，然后把那家包住，而且我的意义上的家不是那么一个简陋的房子而已。如果真的让我住在这儿的话，我要走。你好，是巴赫提家的。巴赫提，你好，小。哦，哇，巴赫提。
到家了，我拿个买了点鸡蛋的路吧。吃了，太肥了。说是十斤，结果我不知道，咱们那边都是按公斤算的，我买了十公斤。谢谢谢谢。我怎么姐姐，那你介绍一下吧。我叫王清。你好，这是我爸爸。你好。是我妈妈。你是你们两个人哪里？弟媳妇啊，你好你好，我是巴克迪的弟弟。那咱俩怎么说？我说我来了，说完之后很尴尬，然后下一句话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介绍完之后，他们就该做什么做什么，也没人理我，我就一直在想怎么办。姐姐，这个用咱们新疆话叫什么？包三，包三，包三的。油不够是不是？火不够是不是？哎，不要了，不是我们家女儿，不是换了你。啊，小孩家呢？啊，那不是给张哥叫你，我来放那个面粉，你过来撩。王青，你过来撩。我当时愣了一下，哟，认识我。我只知道在我面前跟我说话这个人是丽娜，多余一点信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是谁，就是丽娜做什么的，说实话我也不太清楚。在弄那个吃的的时候，就是抱着那个小孩就直接打在地上了。我当时心里就真的是崩了一下，我当时真特别想出去，因为我正在做吃的东西，然后我还是忍住了。今天是哈萨克族的古尔邦节，全家老小都要盛装迎接这个节日。哦，哈哈。在杨氏古尔邦节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要宰了，哎，要宰羊了，我不看。哇，就在这儿啊！哎呦，干嘛？刚才说烤羊腿啊，身为我的跟班就应该来拿啊，来去，你去把羊头拿过来，我来弄这个。你去快去，听话，现在咱分工明确啊，快去。拿着羊头放在这儿，拿一根棍儿，砰！然后放在火上，烤羊头，来，你来。给我的时候，我不想接。不行。过来。啊？怎么跟领导说话呢？是埃丹娜告诉我的，这个民族有很多礼节，烤羊头这个东西其实是由家里长辈或者是家里比较有地位的人来做的。我当时觉得在他们心里我是在这家里是有位置的。这个好像是一个小时啊，这都磨的半个小时吧。那要多长时间？半个小时。
把你烤了，你信不信的骗我？你们俩都得听我的话，知道吗？我是领导。耶，那我可不。是我啊，对不起。你们看见他，知道叫他什么吗？啊？不叫萨叔叔。啊？其实你们叫萨叔叔都，叫萨爷爷是不是太大了？叫萨大爷。是萨大了。小伙子，是你告诉我就考十分钟的，我这还举，再考就交了。注意安全，这可能狼比较多。现在，你别吓唬我了。太牛了，你看，你赶紧往里。这真是有回家过年的感觉。下着雪，我回来了。哇！哈哈哈哈！哇！打招呼，打招呼！快快快快快！夏叔叔好。你好。好好。今天过节让我带上来，跟家里人一起。谢谢他。撒贝宁终于到了家，他将成为这个哈萨克族大家庭里大哥的角色，和初来乍到的两兄妹共同体验牧民生活。坐这边吧。好好好好好。啊。撒贝宁。撒贝宁。父亲呢？南平。哎，女士。哦，这是父亲。母亲呢？母亲在外面。在外面，大伙儿。您好。从今天起，我就是您的儿子。我是巴郎子。巴郎子，巴郎子，巴郎子。我觉得他们是真正的哈萨克牧民，他们不是演员。我也不用再紧张的，或者说端着一个陌生人的架子去试探了。我突然一下就放心了。哎，这可以。哎，谢谢。这里没有萨老师了啊。萨哥哥，从今天起，我的名字叫阿哈伊。哈伊哥，哈伊哥。我是这个家里的长子。长子。对，长子。我还准备叫父亲是哪位？他跟我说这儿没有萨老师，我是你大哥。我当时心里就想，这个大哥不能说是你说的，你是我大哥，你就真的是我大哥吗？你得做出一个我大哥的样子来，我才会承认你是我大哥。小帅哥，就是，对对，叫舅舅。弟弟小王。啊，那就是我弟弟。那是我妹妹。妹妹。Lina。好了，你是22岁，你呢？妹妹呢？我啊，丽娜，我不好意思说，年龄30多了。30多了，那你看着不像30多，看着比我小。对啊，是吗？嗯，没事，没看你。但丽娜，你是少数民族吗？不是，也像。他好像啊，好像，不是，名字也像，长得也像，姓丽，就美丽的丽，厉害的丽。哇，我以为你是少数民族，像维吾尔或者是哈萨克。是。萨哥哥那天第一次见到我，问我说：“你是做什么的？”然后当下我就说：“看来我的事业做得太失败了。”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是一个演员，然后曾经是超女。”然后他就说：“哦，恍然大悟。”我说呢，他说听着怎么有点耳熟什么的，嗯。其实是客气。客气，他其实不知道我是谁。你肯定是蒙着脸过来。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说？大明星呀、啊。大明星就是人质吗？难道？蒙着脸，两个人把我抓着，抓进来的是吧？看我。哎，我突然想起来了，他像谁？他长得像刘烨，像不像？好不容易回家了，我们照个全家福。真的。看前面，看前面那边。就是满屋子人，所有机器也对着他，所有人的都在看他，当时心里就会有一个落差。我说什么话也不会有人看，也不会有人去仔细听我说什么，但是很尴尬。好了，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笑开颜，哈哈哈哈哈哈，我们脸
黑泽吗？跟你的舅舅是开心一上午。来，好不容易见面了，跟舅舅转。我可以无所谓，王庆跟我说，这里的人都认识沙哥哥，回北京就是我。他指着他自己，他说回北京就是他，然后看到我，然后不好意思把我落下了，说哦还有你。但我对这些都无所谓了。嗯，我也就下一次。明年我们去中央电视台参加比赛，好不好？你一去你不用比赛，你往台上一站一笑就第一名。让我这个离家太久的八郎子静静孝心。哎，这个给你，哎，对，好。这是奶啊，然后再倒上茶，是吧？我一直在观察他是怎么跟家人打招呼，他是怎么在做这一系列的事儿。因为我一进来我就好像傻子一样，当他进来那一刻，所有的焦点都放在他身上，他说了好多我不可能说出来的话。你多喝点奶茶，少抽点烟。你听谁说我是大明星？谁说的？这个消息是错误的。我是你舅舅。哥有一个严峻的问题，我在听家史介绍，等一会儿。够了，要看一下咱们住的这个豪华套间。而且有可能明天早上还要下去的这个羊角湖，那两个，这两个，哟，哇，等会儿，姐姐你也没跟我说呀，我也没收拾呢。我也没收拾，我看看，参观一下，不行，参观一下小妹的闺房，那我就从天窗看了，哎，可以看了，哇，这人家的闺房拍什么拍？这是咱们两个的豪华商旅套间，我看看，我们要收拾，我忘了，你好歹给我腾点地儿，马上，他睡在正中间。哎，这还是前后通风的，这个 对面还能撩开呢。他俩今天早上就把这拆了，把我叫出来的。哇塞，晚上肯定会很冷，我觉得是冷，是咱俩的套间，豪华商旅套。对，这个并不是单间，昨天晚上我享受了单间。啊，真不容易。不要拍了，给我关上。这是豪华山景套房，背山面水，地势极好，您喜欢就好，无敌景观。怎么样？但说实话，我就觉得那个年代大环境真的不好。因为你们这个时候好，那时候好像网络是没有的，说实话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对，我那时候没有微信，我这赶好时候，我们就是被安利出来的，就是你看，我知道有一个剧特别火，我推荐你看，我们就是这么被推荐出来的。现在发个句号热门微博没有什么用，那你现在发个句号都能上热门微博啊？我所有微博都是热门微博，就是我上过热搜第一，持续了半天，然后热门微博第一，24小时第一，太容易了。我现在追求的不是这个，我觉得既然已经就管它是命好还是运气好，机缘巧合，我已经总得到这些东西了。你要说运气好这个事情吧，我觉得作为我是你的姐姐，那个时候包括到2006年，然后2007年、2008年，我一直都觉得我的好运气会陪伴我一生，但是好运气总会有用完的那一天。
你要想到那天的时候，我运气好，但不代表我没付出过呀，我真的也付出了特别多。当然了，肯定的。嗯，真正有用的就是你要带着新的内容出来，不断的去让那些不认识你的人去接受这个人，可能热度会没有这么高，就是从火，从就是正当正火的一个人变成那种知名度越来越高。你看我跟萨老师就是，萨老师没有粉丝去追他，但是全国人民都认识他，是知名度。我看到他，所以也会想到当年的我。当你成为一个人气王的时候，一旦膨胀了以后，你只能看得到当时所谓的一个很虚荣的那些东西，只看得到我现在有多少粉丝支持我，除了这个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珍惜，造成了我这几年我要所承受的那个结果。到后面没有工作，酬劳的那个薪资表吧，到后面我每个月都是空白的。阿尔泰山一夜之间被大雪覆盖，哈萨克族逐水草而去的大迁徙需要提前进行。今天三个嘉宾要帮助家人把所有的牲口集齐，接下来的几天他们要把上千只的牛羊骆驼从下牧场安全转入东牧场。南极考察队长城站全体工作人员祝全国人民新春快乐。三个，咱们现在在录 ID 吗？紧接着马上上演的是动作片，大家就准备好干活就完了。去，去，去，就完全没有把我当成外人。就天快黑了的时候，和妹夫进去，跟我说：“快出来帮帮忙，快出来帮帮忙。”好了，那山上那些呢，还得把他们都赶下来呢，这必须得赶紧搬下去，雪会越来越大了。你这光着屁股干嘛呢？给他弄回去，那把小鸡鸡给你冻掉了。待会儿我天，这能上得去吗？慢一点，后面的赶紧跟上队伍好吗？我们要不要上去，从这儿把那群往回赶，小心脚底下。往回也一样，都是这种地上不去。我比他高那么多，最起码我腿就比他长，凭什么我上山比他慢呀？但是我一抬头就能看见他在我上边，我特别不服气。凭什么呀？他都上去了，我上不去。他三两步上去了，把我鞋打滑，我在这，其实我真的很恐高，实在太陡了，我真的我上不去。这条路比我们从山下看的要难走，特难走得多。我现在已经能把他们往回赶了。我去，我现在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Oh, no. 好了，他们往回走了，继续。哎，这儿我可以上去。他要把羊往下赶了，我可以从半山腰拦住你。我说我去接你，给自己一个台阶下，给自己一个台阶下。这王清是上还是不上啊？干嘛？这体力还没我好呢，我昨天爬雪山，腾腾腾一口气就爬上去了。你看看，哎呀。烫，猴子转世。那我们就下山吧，走。没事，我这手套也脏了，戴上，戴上，戴上。你戴上，你就手就能扶到旁边了。其实我觉得那一刹那，他们已经开始在把我们当家人在看待，而我自己也开始感觉自己承担这个家的责任了，我能为这个家做点什么。阿三姨。
你别往上爬了，待会儿我们还得照顾你。我们现在我们两个自己慢慢摸下去就行了。你原地 stop， 停，别往上走了，这滑。您那边能过去吗？如果过不来，您原路下来吧。对，这样下。不从这样下，不从这儿走吗？我就喊，大哥，你从这边下，这边好下。他还没听我，我心里那个气呀、啊。真的有好多不了解我的人，就在认识我的第一步，就不走第二步了。有的时候也不太喜欢自己的这个性格。有的时候我听到好多人就评价我，就是要么就哎王庆真真挺好的，要不然就我操真操蛋。没问题啊，哇塞，他都已经下去了。对。你要这么丑的往下走吗？干啥嘞弄啥嘞哎呀，哎呀我的天，我都被自己撑哭了。看这一头扎到牛粪里啊。来，一二二，我们一人找一地儿啊。这儿吧，三。Cool. 这两个坏蛋。哎呦！大迁徙之前，三个小伙伴除了清点牲口，还要把家里贵重但不好携带的家当放到藏宝洞里。住的毡房和其他物品也要拆卸后随行带走。情侣口罩，哎，太冷了。今天去山上放东西，就是我自己想去放。我觉得我应该为这个家做一点事儿吧，从被动变成主动，这个对我是挺大改变的。帅吗？一点都不帅。行不行？掠夺了黄金和一箱子白银，一桶白银，我们准备。我还能拿那个板吗？这个给我。走了。感觉我们像登山队一样。我们在向珠穆朗玛峰发起最后的冲击，距离山顶越来越近了。慢点。好，曹老师，你稍微慢一点。哎，正好我冷，我暖暖身子，跑吧。你把那个给我，你们祝福，你把那个给我。没事，你拿铁架子就行。对。OK。你什么？你体力没有我们好。你小啊，慢慢走，你把这个扣上，帽子扣上。一会儿我得去找我的脚，我的脚找不到了，没有感觉。这边环境真的比我最早想的，也可能比大家看到都要艰苦，真的要亲自经历才能知道。我们把洞找着。洞在哪儿啊？走。哎呦！没事。你们俩别拿东西了。好，走。在那儿吗？洞在哪儿？就在那儿。嗯。我扔一下。嘿，慢一点。吓死我！实在太窄了，三个人，我再往前走，我会把通路都挡上。哎，
认真负责，值得学习。小朋友们一定要向萨哥哥吧，讲年轻点，萨哥哥学习。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啊。那天早上我觉得心情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我觉得简直雄伟壮观至极，但与此同时我又在想山下的这些家人，他们不会像我一样抬着头去欣赏你的雪景。这样的生活如果让我们过上十年二十年，甚至像这个民族一样几千年，你就会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应当。你上来一趟，你不看看这个洞，你不遗憾吗？就是为了这个洞来的，你就剩这么两步了，过来。哎，这洞真的是天然奇观。走了，下山，他们赶着牛羊准备出发了。我告诉你，什么叫大鹏展翅，什么叫雪山飞狐。现在你们知道什么叫雪山飞狐了吧？不等我，好快啊，快吧。真的，脚步移快一点。我恨他。这个草原上的家庭即将踏上征途，三个小伙伴和家人要赶着家里上千头羊、数十头骆驼和马匹，迎接这场人、牲畜和大自然之间的较量。有些东西。盖着我的那层雪会不会融化掉？今朝有酒今。那雪山，你以为自己快要失败了的时候，再多坚持一下，都已经冻成冰坨子了。骑着马儿我翻山坡呀，我这一路就一个感受，有比这个住宿环境还差的地方吗？你就会发现我眼前这个就是比这个还差。在这里我扔掉了很多这几年我积累的不好的东西。韦小宝啊，我没有，这几天发现和这些最真的人比起来，我真的就很惭愧。我其实在这个节目每叫一声妈妈，心里都跟有根针在扎一样。我开始经常在梦里就能梦到她，我就那么抱着她，每次醒过来我都觉得像真的一样。点击订阅，点击订阅，如期相约，第一时间找到我是谁。大家好，我是李娜，我是王清。世界都